人一度新春万佛光明灯开灯仪式，日恒，这不要开先，不要开先，不要开先，不要开哈，还不可以开，还不可以开哈，你看你们开它就这样，不可以开啊，不可以开哈，日恒率大德深重及政府长官以及各善信等。 远近道场及恭请滨州首席部长、您观影先生、政府长官代表及护法、坛业善信众等联合主持亮灯仪式，并祈愿世界和平、纲阁永续、邦基永固、国运昌隆、风调雨顺、民扬康泰、佛日增辉。 法轮昌转，三门正净，海众安和开。感谢大家，谢谢我们的。感谢大家。